对，开到坡上。两边遥控的，在遥控。你把车一直往车那边走，不往走。往坡上走。开得进去。好，一直走，一直走呗。他们的目光一时尾随着这个陌生的家伙。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往上走。还不放弃。不能走了。不能走，再走我看不见了。回一点，回一点，回一点，要不然你控制不到了。哦、现在两个小狮子，前后夹击，他们还是没有摆脱小雄狮的这个好奇。第三只来了。好，咱们车跟着赶赶它吧，往前开，赶着它。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没事，你不是回来就回来了，欢迎。你卡回不来。不敢，不敢。卡。是啊，它一动你就动，它就不会摸的，你放心吧。对，它一动就动。三头小雄狮已经形成了一个围捕的态势。回回，哎，回。嗯。往前，往前，回，往前。好，也别动了。看不妙啊。他也会趴下，徐斌，我们不能再弄了，我们要收回来了。可以了啊。越到晚上，他们那个胆子越大。咱们往回退，咱们车往你往车的屁股后面走，咱们一直倒着走，咱们车一直倒着走。来，你坐一边来。我来拿，我来拿，推到我边上，我来拿。